有一种人清楚了解蔬菜水果，却不是农夫，每天计算价格，却不是会计师，诚心诚意为民服务，却不是里长，保护你我安全，却不是警察。他们是谁呢？他们就是大卖场工作人员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起看下去吧。香蕉哥哥，我要那个。哦。哎呦，大头，这样会不会买太多了？不会啊，这些都是我爱吃的耶。香蕉哥哥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哎。什么事？你觉不觉得在这里工作好像不错哎？怎么样的不错啊？你想想看呐。好香啊！大头，雷之轮。这样子好像真的很不错哎，那一起去应征，走。你好，我们想要应征工作。绯闻，大卖场生鲜资历已经有17年喽，辉煌记录是一天之内卖掉8000颗高丽菜。他认为从事生鲜工作的必要条件是毅力。哥哥，英正体型蛮适合做生鲜人员的哦。不过啊，你要做一个小小的测试。测试什么测试啊？那边5箱苹果，请你用最快的速度把它搬到这边来。哦，这简单，没问题，交给我。好，香蕉哥哥加油。搬完了。哇，香蕉哥哥，你花了8分钟，我们哪只勉强算你及格哦。啊，香蕉哥哥你好逊哦。可是为什么要测试这个呢？哎呦，大头，因为绯闻经理说要做生鲜人员，第一要体力，第二要速度，第三最重要就是要认识他们哦。那要认识这么多的名字也很不简单呢。当然啦，我们要吃很多种的蔬菜啊。好，那经理姐姐，我也来考考你，看你是不是真的全部都认识这些蔬菜水果。好啊，没有问题啊。好，那这个，这个叫做大头菜。大头菜。大头是你的菜哎。你很无聊哎。然后台语就是妈妈他们常讲的菜控，就是这种菜。对，那英文呢叫 turnip。对，那这个菜可以做很多很好吃的料理哦。它可以做成跟胡萝卜、跟排骨，整一锅很好吃。哇，经理姐姐你真的是太厉害了，不但认识所有的蔬菜水果，连英文名字，甚至怎么煮都知道哎。大概是这样，那我知道了。所以今天讲那么多菜跟水果，你都认识了吗？记得哦，明天7点我们就要开始上班，两个不可以迟到哦。好，就这样子哦。7点。好想睡觉。现在啊是早上6:50，奇怪。大头怎么还没来啊？喂，大头，哥，你还在睡觉？好了好了，快点快点啦，拜拜。快7点了，我先进去好了。搬货、拉货、补货，再搬货、拉货、补货。听绯闻经理说啊，每天开门前的2小时，虽然顾客还没上门，却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。我看啊，我还是赶快来帮忙吧。跟着我一起把冰鲜铺平。啊，不是铺在摆鱼的时候才要铺冰啊？所有这些东西都跟温度有关系。啊，菜也要。对，所以我们要把商品放在一个最好的状态呢，就要给它一个最好的温度。那你的手怎么都不冰？因为我做很久了啊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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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不要玩了，赶快工作。
为什么我们叶菜类不能够直接碰到冰？因为只要碰到冰，它跟它接触很容易冻伤，那它就看起来烂烂的。那我们如果说把叶菜放到一层的塑胶在上面，它就有冰的温度，那我们叶菜摆起来又很漂亮。对啊，这样也比较好看。对，我们摆完了之后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就昨天的哈密瓜？对，它并没有坏掉，它是很新鲜。再把它往新的哈密瓜上面这样子摆，这种呢就叫先进先出。好，那哈密瓜交给你补喽。没问题。好，谢谢。我懂了。刀片给你，谢谢。先进先出，先进来的就要先卖出去，就是这个意思啦。啊，嘿，等一下啊，怎么办？酒瓶都掉下去了。掉在地上了啦！小哥哥，你在做什么？经理，你不是叫我来补柳丁吗？对啊，我叫你来补柳丁啊，可是我怎么柳丁掉满地都是啊？我一倒进去，它就掉下来了。哎呦，我不是教过你吗？我们说补新鲜的东西都一定要先进先出。那补所有的水果呢，都有一定的技巧。像这种东西，你要记得一定要先翻堆。啊，什么叫翻堆呢？我们要把旧的先往上面放，因为我们要补新的货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开始把旧的货往上面放，旧的往上面放。对，而且我们要放的时候要注意一下，它有没有烂掉哦。有坏掉的水果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先收起来。对，顺便检查。对。想不到每样蔬果补货的技巧都不一样，光想到要学这么多，我就头大了。哎，这位大姐在包樱桃，哎，看起来好像比较简单，我也来帮忙吧。放这边就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对，交给你了，不用称重量。不用。好，简单嘛，抓放到满就可以了。啊，这样子我看看，哎。看起来好像蛮好吃的，我试试看看。好吃哎。香蕉哥哥，你又在偷懒了哦。哎，经理来的正好，跟你说，我卖这樱桃啊，超甜的，你吃吃看。你啊，少拍马屁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樱桃啊，没有经过结账，全部是公司的资产。你如果没有经过结账而吃进去的话，我告诉你，这种行为是偷窃的哦。有没有这么严重啊？这不是员工福利哦。当然不是啊。没关系。哇，原来在大卖场工作是不能随意吃大卖场的东西的。也是啦，如果每个员工都一直吃，那还拿什么卖给客人呢？现在呢，我负责的工作是过磅，就是要把客人买的东西称重，然后贴价钱。哎，有客人来了，欢迎光临。哎，你好。哦，苹果一袋。可是这是什么苹果啊？不好意思啊，等我一下哦。好，谢谢。还要吃哪一个？这个。啊，又是苹果。对，我们家都好喜欢吃苹果。等我一下。哎，谢谢。啊，又是苹果。经理，经理。这个哥哥怎么了？这位阿姨她欺负我，她故意买很多不一样的苹果。小姐不好意思，我帮你过磅哈，你等我一下。她买很多不一样的，想刁难我。哇，经理过磅的速度超快的，哎，而且都不用去看苹果的种类，太厉害了。来，谢谢你了，谢谢。阿姨刁难我，你还对她那么客气干嘛？你呀，我就讲嘛，你那边工作，你要先认识所有新鲜的商品哦。哦。对，像你这样不认识，你就没办法过磅啦，会让客人等那么久。哎呦，拍死啦，阿姨，我是今天才到的菜鸟，还不太会啦。不过说真的，你们家也太爱吃苹果了吧？这台机器叫做小可爱。
人可以站在上面，然后升到很高的高度，方便拿上面的东西，比梯子要方便很多哦。哎呦喂啊，大头我好累哦。觉得还好哎，你当然还好喽，重的东西都嘛是我在搬的。香蕉哥哥，大头，怎么样？你们做的还习惯吗？绯闻经理，我觉得我好像不太适合做那种劳累的工作哎。那你想做什么样的工作呢？我啊，好像比较适合那种动脑又动手的工作。动脑又动手，那我建议你要不要去收银台试看看啊？好啊，好啊。哎，收银台，我知道。是这样吗？哦，收银台，我知道。是这样吗？哎呦，大头，干嘛把自己的脸弄成这样啊？我听说公司规定收银员都要化妆啊。化妆？那我也要吗？不用。是谁在说话？雅慧，大卖场账管资历有6年喽，辉煌记录是一天之内结账3000万。他认为从事账管工作的必要条件是反应力。雅慧，为什么收银员都要化妆啊？这个是基本的礼貌哦。像女生把头发绑起来，化淡妆跟口红。男生维持一个干净整洁的外表，不用像大头一样啦。啊，可是我觉得我化妆很好看哎。你不觉得吗？大头，你这样会吓到客人吧？我还是赶紧请雅慧教我结账，这样待会客人来，我才帮得上忙啊。这是你的发票，谢谢光临。哦，雅慧，你很爱漂亮哎，上班的时候还在那边照镜子看自己的样子。这个是让你随时注意自己的服装仪容跟自己的微笑的。哦，那我来试试看，记得微笑。嗨。客人你好，谢谢光临。原来镜子的功用是这样子的，我还以为雅慧这么爱漂亮呢。大头，香蕉哥哥，你还在玩？你到底学会了没呀？哎呦，大头，你放心啦，我早就学会了哦，看我的吧。怎么不闭？先生，你一定要买这么多吗？香蕉哥哥，你不要再拖累大家了啦。好了好了，那大头，我觉得我们两个笑容可掬，还很会说话，应该很适合去服务台哦。大头，这里啊就是服务台哦。佑轩科长，嗨。佑轩，大卖场服务资历有11年喽，辉煌记录是一天之内找到6个走失的小朋友。他觉得从事服务工作的必要条件是亲和力。佑轩科长，请问一下，服务台是用来做什么的呢？服务台的功能有兑换零钱、商品的咨询，那以及各项活动的一些问题服务。那还有最重要就是广播寻人。哎，可是我听说啊，有时候你们要处理顾客抱怨呢。对啊，所以在这里有3要诀。第一要诀就是表明身份。表明身份。耐心请听，立刻处理。立刻处理。是的。哦，表明身份，耐心请听，立刻处理耶。没错。那佑轩姐姐，你有没有碰过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呢？有啊，那请看 VCR。怎么了？对啊，这橘子不甜呢，我要退货啊！真的很对不起。那但是什么时候买的？我可以帮您做处理。什么时候？对，那你问我。对，就是28天前，我跟你说我很忙，我还要抽空来，还要再退货，你知道。先生需要什么吗？买个对面没？没啊，和平。好不好
小朋友，怎么啦？不要哭，不要哭。妈妈不见了。妈妈不见了。好，那你先不要哭，阿姨先给你的糖果好不好？这什么？不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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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再给你的东西，好不好？不要！不要！不要糖果。那这个嘞？你看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它好像很好玩的样子，你会不会觉得？玩具。对啊，好像很好玩的样子哎。真的吗？那你告诉阿姨，你告诉阿姨你的名字，那我帮你找妈妈，然后这个玩具就送给你。我叫大头。大头。好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来这边坐下，坐下。你要不要喝个水？喝水。喝水。宝贝没事，没事了吗？宝贝很健康的，你看，来跟宝贝一起动一动吗？这样子，宝贝很健康，一起来吗？一起来，来妞妞，妞妞，一起吗？一起来，妞，前进啊！就是三位啊，在工作上如果觉得自己很快乐的，可不可以先举手让我们看一下？噔噔噔，得到三票，三位都觉得很快乐，谢谢谢谢。到底这些工作上的快乐是在哪里呢？就是我可以看到我认识很多客人，然后很喜欢也很习惯来这边买我的菜，然后每天都会跟我说，哎，我上次买的菜啊很好吃，你们水果很便宜很甜啊，然后全家会说很喜欢来逛逛我们的卖场。当顾客在我们这边遇到一些不开心或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的客服都是跟客人说对不起。对，那我们很最开心的事就是客人跟我们讲谢谢这两个字，所以这听到之后就很窝心，然后也很开心。你好。我的最灿烂，我还笑出来。哎，其实服务的工作是不是就要这样开心？然后所以大家的工作就会觉得，就是你没有办法开心，你就没办法做服务业。对，那其实，在你们服务别人之外，当然你们会有最想感谢的人啊，不论是自己的爸妈，或是说工作上的同事啊。那你们三位有没有想要感谢的人呢？有的举手。哎，又有了。那你们想感谢的人是谁呢？其实啊，在这行业里面哈，一个单位、一个部门的人哈，是你们都不了解的人。然后那个人叫做安管大哥。华中大卖场安管资历有6年喽，辉煌记录是一天之内走5万步。他觉得从事安管工作的必要条件是观察力。现在是晚上的11:20，大卖场已经打烊了。打烊后还要做什么呢？走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华中大哥，你这样左右看是在看什么？看还有没有那个客人啊？有没有顾客还在卖场里面？是不是？哦，所以都要巡视。左右，左右。哎呦，试衣间小角落不放过。OK， 没有人。现在去暗暗的里面还有人吗？为什么要说有没有人？因为如果说有人在里面拉肚子，对，至少他不会被吓一大。哦，大哥你在看什么？这个？我现在在看厨房的瓦斯有没有关上。就这个？对。所以那个卡水有没有把它关起来？对不对？对。哦。想不到连这种厨房的安全都要照顾到。如果说走那么远要关那么多的门，然后要怎么样把它转变成快乐的事情？当做运动。当做运动。对，难怪看起来身强体壮。谢谢。那没有人给你掌声，你自己也不会觉得啊，做的人家都不知道。不会，平常没有人给你掌声，今天呢我要代替小朋友帮你拍拍手。谢谢。这样我们才有很棒啊很安全的大卖场可以逛哦。谢谢大哥。谢谢。继续加油。谢谢。走。
烘完一次大麦肠，或许你会觉得脚很酸，但是在这里方便舒适应有尽有，背后却有许多无名英雄，生鲜经理绯闻替消费者精打细算，收银处的雅慧快速又准确地提升购物效率，服务台的佑轩提供亲切满意的协助，保全人员周大哥让购物空间更安全。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一种服务的热忱，笑容像是必需品一样挂在脸上，也让购物变成一趟愉快的旅程。一颗热情的心可以融化冷漠的人们，喜欢自己的工作就能让工作变得更精彩。大卖场的工作人员为你们默默的付出拍拍手，加油吧，欢迎欢迎。